面料非常耐用哦，这款包是有蓝面的，所以你不用怕你的东西会裂掉。里面还有一个拉链的隔层，可以放一些钥匙啊或者小卡片什么之类的。这里有一个安带，这款包呢有附送一个小包，这个小包容量也是非常大，可以放一些钱包啊、手机啊。这里也是我跟他念的隔层，容量真的很大哦，非常适合学生党或者宝妈来背，平时出门买东西也可以背，非常好看的一款包。这款包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我身上的这个褐色，还有一个是黑色，黑色也非常好看，快来 PM 我们吧。